腌肉，腌姜蒜跟酱油，跟油入锅，然后加米酒，然后最后再把那个豆干切片之后入锅，加一点那个芹菜点缀。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料理，加入这个炒豆干里面，等一下就会出现的。啊，不是像我加的这个，还有更新的。米酒的用途是在提味，加入咖喱粉，还要带点咖喱的香气。起来了，是青椒，青椒是我们今天的秘密武器，也是神秘嘉宾。闻一下，就可以起锅啦。这就是可以吃啦。又来一位神秘嘉宾了。就是我们让他提点沙茶的味道。在许多点，让他加点沙茶的味道。好，不要收锅了。
干，也青椒炒豆干，棒。